然后他们快赢的时候，陆先还打了一句：“我是你的粉丝。”嗯 ，OK，OK，Fine， 你是我的粉丝，我就让你下去。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视讯害我变得很肤浅。你以为没有视讯你就不肤浅了吗？没有视讯你就不会看我的，你就是跑去看别的奶台了，所以你还是一样肤浅。男人就是肤浅的动物，那你们就不能怪女人是个现实的动物，好不好？你们肤浅，女人现实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觉得刚刚好。顺便跟各位说，我要出赖的表情贴了，所以等我的赖的表情贴出了之后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购买一波。他到底在干嘛？他到底算了。我觉得我后面会不会有点打不赢盖伦啊？我觉得我后期是打不赢盖伦的，我前期一定，我觉得我们这场游戏节奏要带快一点，我后面打不赢。我正在加速游戏节奏啊，看是哪边最快投降而已，有可能是我这一队，好不好？跑完线，我的塔掉，是你吧？然后快乐风男又死了，真的是快乐风男，他要死几次啊？他到底要死几次？他到底要死几次？请问？
此对他们来说这么困难吗？我什么啦？要不要死？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！家里出火这样长，是不是？脾气有点压不住了，压不住了，压不住了，你们需要新台币镇压一下，敛财敛起来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! Victory!
只会玩伊瑞利亚，我本来就会玩啊。之前看过我打高端的时候都知道我会玩伊瑞利亚，好不好？他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送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，完全不知道，真的完全。你看他们从头送到尾，我就从头打到尾啊。不过他们好的好有一个优点啊，他们有一个优点是他们没有按投降。重点是对面那个基亚娜很吵，不知道在吵什么。然后他们快赢的时候，陆先还打了一句：“我是你的粉丝。”OK OK fine， 你是我的粉丝，我就让你下去。